有一次生日自己忘了，然后回家之后就发现爸妈有买生日蛋糕，然后觉得生日蛋糕太小了，不开心，太小了，不开心。爸妈就把我给打了一顿。因为我以前好像没下过酒，所以说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件事情那么急，因为要家长签字，让我妈看见了打我骂我，就偷偷去睡觉。机智，你知道吗？我妈看到这样事情就愣着给我打起来。